有时候我也在想，你说中国这么大，国内市场几乎没有被开发过，怎么就不能做自己的品牌呢？啊，咱们中国人只能给外国品牌打工，给他们当廉价劳动力，凭什么呀？咱没脑子还是没想法呀？咱怎么就不能研发自己的产品呢？怎么中国人就不能穿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呢？在中部对亚洲的整体方案中，中国的定位就是生产。中国的优势是廉价的劳动力和代工厂，日本的优势才是研发。如果只能保留一个研发中心，那一定是留下日本的。哎，不怕你笑话，我啊，现在很苦闷，真是很苦闷。我觉得我自己一腔热血得不到释放，自己在那干着急，我那几个哥们儿还有那些股东没一个人理解我，一个都没有。你说做一个品牌，光凭我一个人有用吗？得是一个团队，你说对吗？其实啊，你们股东的担心啊也是对的，你做一个自己的品牌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之前你接耐迪的单子，工艺设计、标准、管理体系，你都是拿来主义啊。你们只负责生产，但是生产它只是整个品牌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是，如果说你要做自己的品牌，你就得自己去开发，自己去设计，自己去推广，然后你还要建立自己的品牌价值，这些都是你之前没做过的。没做过，我认为没什么的，真的不可怕，怕的是连做都不敢做。谁不是从没有到有的？我当初也是从一个吃不饱饭的农民，到今天开了这么大的厂子，哪一步不是拼出来的？哼，其实啊，这些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等万事俱备的时候，你再拼，晚了。所以人不是因为看到希望在拼，是拼了才会有希望。耐迪也是做代工出身的，耐迪能成，我一定能成。好，如果你要做出来了，我去给你打工。你说的啊，一言为定。引起泰铢对美元汇率的大幅波动，不久这场风暴便波及印尼、韩国等国，导致当地货币大幅贬值。哎，来了，周主任，你还没走啊？你先回去吧，我看会儿新闻，一会儿等我关啊。没事，我等你一会儿。不用，你天天中午回去，小心你媳妇不给你开门。那你，我啊，在哪儿都一样，我回去不也一个人吗？我去。行，那我就先走了。你也别太晚啊。好嘞，走了。对金融家的炒作，该国经济不堪。
启动键。这位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质疑了亚洲四小龙的增长模式，即经济主要依赖资本积累和密集的劳动力投入，利润来源主要依靠外贸订单、贴牌加工订单等，缺乏真正的知识进步和技术创新，也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持。专家预计，在未来的一到两年内，东南亚地区将出现外贸代工企业的倒闭潮。下面插播一条本地新闻，本市著名企业高志鞋服厂发生火灾，火灾原因不明，大批消防员正在赶往火灾现场。据工厂一名管理人员介绍，该厂区共有四。什么？是其中一栋生产车间，随后波及另一栋原材料仓库。高志鞋服厂是我省著名外贸型鞋服制造企业，此次火灾原因暂时不明，据悉大量消防人员已进入火场救援。下面我们来采访一下当地居民。记者从消防部门获悉，高志鞋服厂火灾发生之后，市消防调集15个中队、60部车、300多名官兵赶赴火场。截至今天早上5时20分，历经7个多小时奋战，大火被成功扑灭。由于着火厂区有大量易燃材料，火情曾一度死灰复燃。高志鞋服厂一名工人告诉记者，生产厂区目前已全部停工，员工开始放假。据初步排查，火灾点为高志鞋服厂厂区 A 栋一楼生产车间。这是高志建厂以来最黑暗的时期，整个工厂烧掉了近一半，我们的合伙人也是我们的好兄弟，永远的离开了我。这场火灾责任在我，我是厂长，没有及时调整高质的方向，为了订单一味的追求产量，
导致了我们超负荷生产，造成了这场灾难。接下来还有一些善后需要我们去做，我希望这个时候大家振作起来，共同度过难关。同时，我恳请各位好好考虑考虑我们高知以后要怎么走，是不是还要走以前的老路？这条路咱们还能走多久？拜托各位认真考虑考虑。我想跟大家说两句，谢谢。高总，我想跟大家聊几句，可以吗？各位股东大家好，在座的很多应该都不认识我，我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叶茂盛，我的父亲叶守礼先生5年之前入股了高智。我这里有一份股权转让书，上面有我父亲的亲笔签名，他已经把名下所有的股份都转让给了我。所以今天我想以高智股东的身份在这儿跟大家聊一聊高智的未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好，那我就接着说了。之前那场大火让我们高智损失惨重，也把我们高智推到了危机的边缘。但是我认为大家不应该感到绝望。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一次的危机也可能会成为我们高智的一次机会。与其大家都坐着等死，倒不如放手一拼。那怎么拼？拼什么？还像以前一样一味的加大生产抢订单吗？这些事儿我做过，在座的认识我的都知道后来的结果是怎么样的。我希望我曾经的失败也能够让大家引以为戒。那咱们高智这条路应该往哪儿走呢？或者再说的明白一点，如果我们以后不做代工了，还能不能继续生存呢？我还带了几份报纸，大家可以传阅一下。在这些报纸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新闻，就是亚洲金融风暴。这个事儿我相信各位或多或少都有所耳闻。我只是想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一次的金融风暴最先受到波及的会是谁？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亚洲经济环境的恶化最先波及到的一定是像我们高智这样严重依赖外贸、靠贴牌加工生存的企业。你们不要觉得我是危言耸听啊，你们更不要觉得这一次的事儿是发生在泰国还有东南亚的几个小国家，离我们远，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可实际上呢，不是这样的。国际金融形势从来都是牵一发动全身，是最早发生在泰国，可现在已经蔓延到了很多的国家。韩国离我们近吧，对吧？现在韩国已经有很多企业都面临着倒闭和破产了。大家想一想，那我们高智想要走得远，
走得长久，首先就得打破现在严重依赖外贸的经营模式。我们要开发自己的品牌，我们要占领自己国内的市场。各位想一想，在现在的国内市场，民族自创品牌几乎是一片空白啊。如果我们现在不进场，那什么时候进场了？等到各位觉得安全的时候吗？只怕那个时候就晚了。我知道我今天来得很突然，说的话呢信息量也很大，但实在是没有多余的时间让大家慢慢的消化思考，所以我提议今天咱们所有的股东做一个表决，关于高智要不要开发自己的品牌进军国内的。耐迪在中国的销量已经有超过日本的趋势，中国的市场潜力是不可限量的。我们的研发方向是基于中国市场的需求和考量，日本的研发中心是不会对中国的市场加以足够重视的。如果只能保留一个研发中心，那一定是留下日本的。你的任务就是为我们培养更多更好的代工厂。喂，海生。啊，我在回上海的路上。这么急？好，那上海见。嗯。帮我收拾一下行李，我明天一早飞上海。我说你可得想好啊，他是耐迪的总工程师，怎么可能来我们这个小地方？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呢？我们现在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行。师傅，前面马上到了啊。哎，哎，朱哥，朱哥，哎，朱总工，朱总工，海生，真够巧的，我儿子发烧了，我得赶紧去医院。哎，坐这个车，好，来，来。幸亏车没走，来，慢点慢点，师傅去医院。我问过医生了，说孩子是急性支气管炎，输几天液就没事了。是，嗯，这孩子啊，一到转季的时候就容易发烧感冒。哎呀，平时呢都是我父母照顾的，我只有周末才能回来看看他。孩子都这样，孩子妈妈呢？过世了。哎，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乖啊。哎，爸爸在，不怕不怕啊。已经给阿爸好运气了。
快点好起来。 孩子怎么样？刚退烧。那就好。对了，刚才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孩子和妈妈的事情。啊，车祸，2年多了。你一个人也不容易啊。我也考虑过，想把老人和孩子接到苏州去一起生活。 但一直下不了决心。一家人应该在一起。哦，对了，你这大老远的来找我，有什么急事吗？还有，你那个工厂现在情况怎么样？哎，别提了，我办工厂这么多年，从来没像现在这么难过。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你尽管开口。不瞒你说，我就是为了这事儿来的。下一步，工厂重建，我需要你的帮忙。没问题，我认识一些设备的供应商，我一定会帮你争取一个最优惠的价格。不，不行。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吃饭，你跟我说，如果有一天你做自创品牌，我一定过来帮你。 记得吧？我知道，我知道，听我说，我知道当时你是随口那么一说，是开玩笑。可我当真了，我往心里去了。你听我说，因为我琢磨明白一件事儿，我觉得咱们俩是一种人，我们都希望我们中国人有属于自己的品牌。所以呢，我做了一个决定。 高志不能等死，得拼一把。我打算借着这一次工厂重建的机会，带着高志这艘大船，掉头转型，做自己的品牌。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邀请你一起上船，咱们两个人一起驾驶这艘大船。中国12亿人口。 12亿的普通老百姓去做，他们买得起的优质的运动鞋服。海生啊，你能这么说我非常的感动。先不说我的事情，先说你想做自主品牌这件事情，你可能把这件事情想的有点简单了。在国际上，从做代加工到转型做自主品牌的企业有很多，但你知道这里面的风险有多大吗？九死一生啊！成功的几率不到10%，而且这是一个没有回头路的选择。 你必须要成功，只有成功了，你才能活下去。如果失败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与其相比，做代加工起码还有50%的生存几率。你说这些我都懂，不转型是等死，等死是必死无疑。转型呢，可能是找死，但也可能是找一条活路。而且有你在，我有信心，我们一定会成功。 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彼此了解，你的能力、眼界，我们的热情，我们的实力，这都是我们的财富。而且我邀请你来，不是请你来开船的，是希望你跟我一样，做这条船上的主人。而且，高志未来去向何方，你起到决定性作用。 我是真没想到，你是当真的？我当然当真，非常认真。前几天股东会议通过这个决策的时候，
有股东要退出，我当时就同意了。我认为这些股权应该属于有同等信念的人，属于你这样的人。海生啊，这件事情有点突然，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不着急，慢慢考虑。我知道我们现在跟奈迪比还有一定差距，但我看重的是未来的优势。你又不是没有能力，干嘛要给别人打工呢？为什么不自己做老板？况且我们现在可以为12亿的老百姓服务，要抓住主动权呢。没事，你想想，慢慢考虑。对了，你还记不记得当年高志遇到危机，我去奈迪找威利顿来求情，你还帮了我呢。当时我的情况跟你一样，走之前我儿子因为受伤住院了，我心里特别难受。这东西是我刻的，在我们那儿叫石将军，是保平安的，也会给我们带来好运。我平时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都会带在身边，我把它送给你，希望它能够保佑你们父子俩。谢谢。没事，我刚才说的话你慢慢考虑，我等你的信儿。你放心，我一定会认真考虑这件事情。我们整个团队期待你的到来。谢谢。那我先走了，保重。千锦，您找我？是啊，我刚跟高志的高厂长通过电话，他说在完成目前这批订单之后，决定不再接受我们的订单了。我感到很奇怪，一个刚刚经历火灾的工厂能不能活下来都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要去做转型？也许就能闯出活路呢。不不不，这个绝对不可能，他们没有这个实力。中国的工厂已经习惯了按照我们的要求去生产，他们的这里已经关掉了。别忘了我说的那句话，中国工厂是靠廉价的劳动力活得定当的，他们不可能做出真正的品牌，这是一场必输无疑的赌博。接下来我需要你尽快去看几个代工厂，确定一两家合适的，我们的订单可不能耽误。好了，你可以走了，谢谢。我对这个高先生倒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哦，我觉得他不是在赌，他是在拼。有什么区别吗？赌是一种侥幸的心理，拼则带有必胜的信念。很有意思。匡儿，我觉得中国人是可以做出自己的品牌的。所以呢？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信任，我想这也是我接下来想去做的事情。你是当真的吗？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就那吗？对，还有那边也会建起来的，工期呢也一定会如期完成的。注意安全啊！哎，好的，一定会以安全为主的。哎，那就让我们开始这段历险吧。
一大早就在这儿等着您了，欢迎您来呢。这厂房呢，我们重新翻修了一下，员工呢比原先也多了，啊，那边是办公室，这边是会议室，咱们一会儿到会议室去看一下，啊，好吧？他们都在里头等你们。来这边，我们一起欢迎一下苏成峰先生加入高智。钓鱼钓的就是耐性，你那么急能钓上来吗？肯定是一无所获。万书记，您是大忙人，您叫我过来不会只是为了钓鱼吧？找你来就是想让你把心静下来，风雨再大都是暂时的。谢谢您的鼓励，我会记住这句话的。商场如战场啊，有的时候企业生死也在一念之间。是啊，厂里这次遇到的困难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但是我相信只要敢于迎难而上，就不会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好，这么想就对了，我就喜欢你身上这股子永远不服输的劲头。你走过的创业之路可以说是我们很多民企的发展缩影，我们不能总充当世界工厂吗？简单的贴牌加工只是咱们脱贫致富的一条途径，要想把企业做大做强，就得摆脱世界工厂这个定位。高智自创品牌这条道路是对的。您这么一说，我对高智的未来发展更有信心了。要相信这句话，世间万物都是辩证的，要善于从危机中寻找机会。段书记，我这心里敞亮多了。确实是，只有弱者才会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怨天尤人，这强者都是想办法解决困难，把不利变成有利。我们不是常说输人不输阵吗？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说得好。我对你，对高智自主品牌充满了信心。万书记，真是感谢您，您启发了我，也鼓励了我。哎呦，上钩了。我这也上了，都有了。哎，嘿，哎，两条大的。哎呦，来来来，吃橙子，多吃点啊。给，小莲这几年在省队都亏有你照顾啊。跟你说话呢。二姐啊，不好意思，我不可给小莲吧。行，我看这小伙子性格挺好啊。倒是你呀，小莲，还没过门呢，别着急欺负人家啊。我哪有欺负他呀，是他自己迷糊啊，关我什么事儿啊？你再说了，哥，你这胳膊肘往外拐呀你。树林啊，哎，我记得当年我和你阿爸，我们是两个生产大队的。我们当年为了争水源，我还和他大吵了一架。谁会想到，现在我们家小莲要嫁到你们家当儿媳妇。啊，阿爸，嗯，二姐没有结婚，我可不着急啊，我要等她结婚了我再结婚。哟，你嫁你的，说我干嘛？来尝尝我们最新培育的本地特产柑橘。来，你尝一尝。给树林啊，哎，来，嗯，来，过来吧。挺甜的。是吧？二姐，你是看农场了吗？历城现代农业养殖基地。农业养殖基地，那不还是农场吗？你要这么理解也行。嗯，那为什么叫历城啊？厉行笃志，诚信为本。这名字倒是挺不错的啊。嗯，你经常不在家，你都不知道你二姐有多能干。
咱们现在这儿最大的水果蔬菜滩涂海产养殖基地都是你二姐一手建起来的。是吗？二姐真成女强人了。这女强人是行，但是这你多大了，个人问题是不是该解决一下了啊？什么都什么，怎么了，都有病啊？小莲，你是打排球把眼睛打斜了是吧？你跟你二姐说话，你看我干什么？不想搭理你还没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捡乐了，走吧，中午快吃饭了，咱去滩涂上弄点新鲜海货。这正事儿没聊透呢吗？走啊，去滩涂，我跟你聊透了，走。走了，老板。哎，老板，去搞点海货啊，去吧。多抓点螃蟹。知道了，孩子。哎，我说大哥现在怎么还这样啊？我去厨房看看啊。那你也不着急吗你？你不能就这样啊，一直，青春是有限的，都耗没了啊。中年人谈个恋爱怎么拖拖拉拉的呀？阿爸，我替他着急我。是啊，这事儿啊得你们姐俩跟他说啊，我也着急着呢。来，抓到一个。可以啊。还可以吧？啊。各新产品马上就要投入市场了，你们现在那边准备怎么样啊？来，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哇，这个我来。这还有，这还有。这还有一个，这还有一个。高志的商标已经注册下来了，锦城那边广告位也都谈好了，省里面几个大商场呢也在沟通着，回头我面谈吧。行，你们市场部和锦城的销售部有什么事儿都商量。行，明白。这边，这儿应该有。我在想，咱有没有可能？结合报纸、电台甚至电视台，搞一个海陆空全方位的宣传，这样的话辐射面更广，也能打破地域的限制。行啊，出个方案呗。这个办法倒是挺好的，看看预算多少。行。你跟大哥也老大不小的了，这么拖下去可真不行。要不咱们胆子大一点，把窗户纸捅破，跟他明说。大哥在里面那几年。我去看他，他从来都不见我。他那不是不想连累你吗？海生哥也这么说。这几年我都等他来了，他都已经很明确了，还需要说什么吗？哎呀，我说你啊，算了姐，感情事儿不能勉强，你别管。我也不想管。我只想送你四个字：当局者迷。哎，还有一个事儿，你得考虑一下。我现在一门心思只考虑咱这事儿。不是，你打算让二莲等到什么时候？二莲是我妹子，以前是，现在是，以后也是。行了吧你？你诓别人还行，你跟我还装。二莲是个好女人。他配得上更好的男人，跟他过一辈子。哎呀，你啊，你也是好男人，别让人等太久了啊。